下我们的票数，好不好？报一下我们的票数。好，刚才在各位刚后面看到的荧幕不一样的票数呢，就是我们专门的监票部队所报回来的票数，所以完全没有灌水。刚才看到的完全没有灌水。台北能够有所改变，让台湾能够有所改变，谢谢你们。那对，看到刚才那个票数，应该是现在感觉算是蛮顺利的这样子。其实虽然我自己不是台北人这样子，所以但是其实我们一家就是我是在台北租房子，然后大家都很关心整个选举的情势这样。那我们有时候其实也很害怕，说是不是对方是不是有机会啊？大家都觉得蓝比较多，是不是有机会，就是赢这样子。那目前现在的趋势，我觉得好像我们比较能够不害怕这样子。对，那第一首歌曲呢，这首歌曲就叫做《害怕》，那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，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再害怕说我们会不会怎么，因为应该是现在看起来是蛮顺利的这样子。对，所以给大家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曲，我的创作歌曲叫《害怕》，谢谢。在我自己的世界中，我害怕失落。
只能说服自己不需要害怕继续往前走，我害怕是我自己搞不懂我想要什么，我害怕是你却其实里面有那么好，我害怕是我迷失在我自己幸福什么草
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最后的歌曲是收录在台北料专辑里面，大家都有这张专辑吗？台北料专辑当中的我的创作歌曲叫《七年目睹》，那希望大家再过不久就可以亲眼目睹台北改变，然后柯P，祝柯P可以顺利当选，耶耶。所以现在是几票啊？让我报票一下。哦，要不要我出来报票一下？好诶，因为大家都很难会报几票，那我很好奇。现在呢，全台北市12个行政区1534个投开票所已经51个，我们监票英雄们回报的资讯，目前柯文哲是562,000，又更新了，又更新了，柯文哲是579,580票，暂时领先连胜文先生的418,728票。我们监票英雄回报的数字，好，请继续。太好了，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叫《亲眼目睹》，希望大家等等就可以亲眼目睹台北改变了，柯文哲加油！台北市以后不再有对立，不再有仇恨，只有用爱。
来拥抱彼此，来包容彼此。One City, One Family，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城市就是我们的家。那么所有的市民朋友其实就是我们的家人。我们希望未来大家是家人的话，就不要彼此仇恨、对立，而是彼此包容。是，刚刚太想讲的没错哦。看到各位朋友呢，不断的聚在这边哦，后面的朋友也一直的聚过来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各位市民朋友，你们不是在参与历史，你们是在创造历史。谢谢各位市民朋友。我想呢，现场的人数，据我的目测，因为我没有近视哦，据我的目测，已经跟昨天晚上差不多人了，应该是已经超过20,000人了。我们请给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场已经超过20,000名的朋友了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哦，聚到我们公民广场来哦，准备品尝最终甜美的果实。那么我想哦，票数还在持续的累积当中，所以呢，还是要请大家维持一个和平理性的心情，等到我们达到我们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再好好的呐喊，好好的开这个香槟庆祝也好哦，朋友之间拥抱庆祝也好哦，等到那个时刻我们再一起来。现在我们先等待一下哦，在这个开票的结果当中哦，还是再跟大家报一下票数哦，报一下我们监票部队哦回报过来的票数哦。刚刚是呢1534个投开票所已经开了1074个，那么连胜文先生的票数是420,627张，柯文哲先生的票数是585,375张。谢谢谢谢，我们现在的暂时领先哦，我相信大家的力量、大家的支持，将会带领柯文哲医师走向最终的胜利。那么，我们要一起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。现在下一个表演节目，来，请看一下，介绍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是大家常听到的我们白馨予，馨予小朋友。那么他在我们这次台北调专辑也有收录他的歌曲。那其实柯医师呢有投参与我们台北调专辑的投票，那馨予呢就是柯医师唯一投的那一张票。对，那馨予呢，他从4岁的时候就开始当街头艺人，那现在已经到8岁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每次在舞台上呢都能展现非常成熟的风范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白馨予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相信乐团。我是团长白馨予。我是副团长，我是馨予爸。相信这一次有没有我们让台湾看见了我们不是少数人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接下来呢要谢谢小周老师每天帮大家洗脑，希望大家以后路上看到馨予唱这首歌的时候不要打他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开始了。
掌声应该是给柯市长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大家有看到我今天穿的一件衣服，其实之前我都一直是穿特批的那个白色力量那一件，那我今天穿了2014终结的是这一件，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继续的关心，有一群人在台北那个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，每个礼拜五都在那边，已经拼了一年多了。如果有空的朋友，也可以常常在星期五过去，那我们也会找时间过去。这些事情我们做了，我们就不要回头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《永远不回头》。
铁上自由坐，跟迪达自由坐的时候，遇到了白心宇小朋友。然后呢，白心宇小朋友手上拿着一包洋芋片，然后科比就说：“可不可以分我吃啊？”然后就吃了他的洋芋片，吃了好几片以后，再对白心宇小朋友说：“这个小朋友，你不要吃这么不健康的食物，好吗？”所以科比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哦。所以呢，白心宇小朋友就从此对科比印象深刻哦。这个叔叔怎么这么特别啊？哦，然后呢，在我们各个活动场上呢，心宇小朋友都会出现，来带给我们这么动人的歌声，可以说是我们柯文哲办公室呢非常欣赏的一位小天使哦。